围着我转圈圈干啥？哎呦！这燕子两天没回，今天跑回来了。哎呦，天快黑了，跑回来了。两天没回，跑哪去了？这尾巴上还蜘蛛网。哎呦哎呦哎呦！不，在打燕子啊！这个家伙，这尾巴又长出来了，之前被狗咬掉了，这个尾巴。翅膀上面不知道长起来没有，被狗咬掉了。这三只是一直回来，之前是五只，五只有两只慢慢的它走掉了，那这三只中间有一只。昨天啥时候出去了？我今天傍晚天快黑的时候在附近转悠，回来了。来，这金腰燕也能飞了。哎，落槽的。明天又要去，应该要去接一只洪水。捡燕子好多，燕子你就喂啥喂，我的都是喂这种蟋蟀，你们没有的你就喂那个啥叫鸡蛋黄，鸡蛋黄加那个水果泥就行了。我是喂春虫子，春虫子长得反正比较好，你也可以喂一点饲料啥的。当然我说的饲料不是小鸡饲料，是那种食虫鸟的那种粉料可以喂。没有你就鸡蛋黄加水果泥。不要了，这个燕子还挺壮壮的。